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我们接着前面清凉大师的开示，十义前面呢说过啊，这个地方呢可以省略了啊。我们看看大师最后啊引占察经跟我们讲见次作佛啊，这个我们应该要知道啊。占察经上讲啊，见次作佛呢略有四种啊，何等为四？一者性满法作佛啊，所谓以种性地决定性诸法不生不灭，清净平等，无可愿求故。这个是一段啊。所以成佛这个在密宗里面常说即生成佛说的是没错，这个里面误会的人很多啊，不了解什么叫成佛，成的是什么佛，依旧是迷惑，就免不了所谓的盲修瞎练。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讲的很多啊，一般在佛法里面所说的成佛就是证得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大乘经》里面所说的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这是正确的，这叫成佛 啊那是真的成佛了。如果你不懂这个道理啊，认为啊学密就能即生成佛了，天台大师讲有六种佛，啊，第一种呢，那就是佛在经上讲的，你本来是佛，自信本来是佛，这个一点都不错，一切众生真的是平等平等，决定没有差别。啊，所以是生佛平等啊，众生跟诸佛如来从自性上来讲
一点差别都没有。可是我们众生迷了自性啊，啊，自性起不起作用呢？当然还是起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啊，扭曲了。换一句话说，这个作用不正常了。啊，你虽然本来是佛，那么你现在有妄想分别执着。换一句话说，你是带着无明尘沙见思烦恼啊，那么这就叫凡夫了。凡夫有佛性，必须要靠修行啊。修行是什么呢？修行不是修本性，本性里面的智慧德能相好都不是修的，它本来就有，本来具足，虽然在迷并没有失掉，只是不起作用。所以啊，要靠修德啊。那么讲修德，这就有此地了。天台大师讲的，名字即佛啊，大概我们现在啊，都在名字位啊。名字位说有名无实啊。我们现在学佛，受了三规了啊，受了五戒了，受了菩萨戒了。无戒你有没有得到呢？菩萨戒有没有得到呢？没得到。啊，这就叫什么？名字有名无实啊。在这个地位，那就是从前李老师常说的。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你起惑造业受报啊，这就是六道轮回嘛，也就是我们虽然学佛功夫不得了，这要知道啊。啊，功夫稍稍得力，那你就又提升一层了，叫观行即佛啊。观行是功夫得力了啊。功夫得力从哪些地方看呢？最明显的烦恼轻，智慧长啊，功夫得力。功夫得力的人念佛就能往生啊。那生凡圣同居土，说个实实在在的话，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佛菩萨了都没有办法赞叹啊，真是稀有啊。那个世界是个平等世界啊，有四徒三辈九品，不能说没有，有，虽有是平等的，这个不可思议了啊！像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世界，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四徒呢？有，但是不平等，
释迦牟尼佛的十报庄严图我们见不到，方便有余图我们也见不到。我们见到的凡圣同居图啊，这个就是科学家所说的不同维持的空间，我们无法突破。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虽然也是有四土，它四土平等啊，你看看升到凡圣同居土啊，这是最低的位置，下下品往生到了极乐世界，你同时看到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啊，观音世智是等觉菩萨了，他的报图是十报庄严图啊，那么就说明凡圣同居图跟十报庄严图没有界限，我们在这里见不到观音呢，见不到大势至啊，文殊普贤都见不到啊。这个跟极乐世界比那就差远了，你能见到天天能清净啊，它确实能帮助你帮你提升境界啊，方便有余图，阿罗汉的报图，我们这里娑婆世界有啊，我们见不到阿罗汉呐。啊，那么西方世界，你去看看《弥陀经》，阿罗汉菩萨天天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上课。在一起学习只要有观行级的功夫就决定得胜，但是观行级的功夫啊，要是修其他法门，在佛家讲的八万四千法门都不能成就，为什么呢？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观行记啊，啊，观行记再往上提升。相似即这就行了啊，相似即相似即佛，有一点佛的样子了，可见的他学得不错了啊，有一点佛的样子了啊。什么时候说佛的有一点佛的样子呢？华严上给我们讲三大类的烦恼，你已经断掉一类了啊！我们常讲呢，妄想、分别、执着，你执着断尽了，就相似，有点像佛，那什么阿罗汉呐、啊，辟支佛。啊，那在我们这个世间。他不在六道，他在四圣法界啊，这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净土，六道是秽土，
四圣是净土。啊，那么再提升到分正即佛，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了。啊，分正即佛就是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超越十法界了。所以你要晓得，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是相似即佛，它有四个等级。啊，那么天台大师说都是佛了，那我们一切众生凡夫是什么呢？名字即佛。那佛说的吗？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吗？现在我们是有名无实，啊，也是做佛，这见次做佛了。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妄想习气断干净了，叫就近即佛。啊，所以世尊讲的时候，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人，理即佛，从理上讲平等。啊，但是那个理很重要啊，哎，因为理上是平等的，我们就相信，我们就有信心。我们只要好好的修行呢，一定可以恢复，真的就是恢复啊！啊，因为你本有本来有嘛，你也没有丢掉嘛，只是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而已啊。所以你能够放下执着，就是阿罗汉；放下分别，就是菩萨。放下妄想，你就本来是佛了啊！你真的是回归自信了。天台宗讲的，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占察经》说的也很好啊，《占察经》是地藏菩萨的经典啊，地藏菩萨有三部经。平常大家念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呢是地藏菩萨占察善恶业报经啊，这里的有占卦的，这是佛真是大慈大悲呀，善巧方便的，因为众生喜欢问神呢，求签卜卦嘛，啊，佛门里本来没有。你看佛随顺众生的习气，那你喜欢占卜吗？哎，佛门里头就是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它有十种轮相。啊，我们在年轻学佛的时候也曾经做过。啊，另外一部呢，是地藏十轮经。分量比较长一点，所以地藏菩萨有三部经啊，地藏专讲地藏菩萨的啊，这个是占察经上讲的见次作佛了，有四种啊。第一种是信满，啊，信满与我们此地的经文相应啊。你看他讲的四种，信、解、行、证啊，可是满可不容易了，满是圆满了啊。我们今天信有没有满呢？不但没有满呢，我们今天的信心呢，就像水上的浮萍一样，若有若无。
有时候也挺相信，有时候不相信。啊，信要是满了，那真不容易啊。我们常讲啊，坚定不移的信心。这称之为佛 啊，那么用清凉这四个字的时候，这是幸福，真幸福啊！幸福，幸福是信自己。偶业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得好啊，首先要信自，然后再信他了。他是什么？他佛。他佛不是指别的，他佛是指释迦牟尼佛，是指阿弥陀佛。但是先决的条件是信自己，自己本来是佛，这是最重要的。自己不相信自己而信他的，靠不住，那不是真心啊。偶业大师讲信讲得深啊，所以我们今天学佛功夫不得了啊，成长的速度太慢了啊。原因在哪里呢？我们的信心没能建立啊。信心要靠什么建立呢？确实要靠经教啊。当然还这个真正的基础要靠自己的善根啊。善根是过去生中修行累积的啊，阿赖耶是累积学习佛菩萨的这个种子啊。啊，我们讲四种因缘呢，这是轻因缘呢。这一生当中我们能够受到大乘佛法的熏陶啊，熏习，这是缘啊。有因有缘，果报才会现前啊。熏习时间要长，不能中断的。这个熏习四种缘里面就是所缘缘啊，我们现在所缘的这个缘，不是缘世间的名闻利呀、五欲六尘，不是缘这个，我们是缘大乘佛法，叫念兹在兹，一天都不放松啊，天天在学习啊。啊，那这样子经年累月啊，长时的熏修，把自己过去生中的善根引发出来了啊，就连上了。现在修行跟过去生的时候连接了，那就产生很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信心，决定相信自己啊，相信自己有如来智慧的相如来智慧的相是像什么样子呢？啊，佛告诉我们，最简单的、最普通的，就是十善业道。啊，我们常常看才华的佛像，啊，这佛像啊，
头上都有一个圆光，圆光上面写了有三个字啊，这三个字的念法叫嗡阿吽啊，是梵文啊。我们看到的是梵文写的还是很比较多，有藏文写的，也有中文写的啊，但是发音都是一样的，嗡阿吽啊。这什么意思呢？摄善业道圆满啊，嗡是声业，阿是口业，吽是意业啊。声业圆满，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啊，不但没有这个行为业，念头都没有，没这个念头才是圆满的，有这个念头不圆满的啊。口业不妄语，不良舌，不绮语，不恶口啊。意业呢，不贪，不嗔，不痴，做到圆满，那就是这些都是落实在生活当中啊，尤其是待人接物啊。你想想看，我们有没有欺骗过人？这个语业里的妄语啊，有没有骗过人？或者我们在另一个方面来角度来看，我们有没有骗过自己？自欺欺人呐！啊，我们欺骗自己，我们欺骗别人，这不行呐！所以信，你就知道多难。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实相是自性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这两句话《金刚经》上讲的啊，所以摄善业道啊，学佛是从起步你就开始学世尊49年所说，一切经教不出十善业道。大方广佛华严就十善业道的圆满，你怎么能小看它？啊，你把这个小看了，你怎么会有成就？这一点我们要多想想啊，然后你就知道啊，从哪里修起。从十善业道啊，那现在我们十善业道为什么做不到？总的来说，第一是自己迷惑太重，烦恼习气
没法子控制啊。第二呢，外面的语言不好，都是恶缘，你接触这个恶缘，把你的烦恼就引发起来了。所以很不容易修行，不要说成就了，这修行多难。那我们自己就要明了啊，对自己要有严格的要求，怎么样能够控制自己的烦恼习气，不让它起作用，这是真修行。那那个外缘呢，外缘尽量呢不接触啊。所以这个修行，我们最近也有些同修有很好的心得，那是闭关有很好的护观护持，他们到哪里去呢？到长春白鹤兴隆寺到那个念佛堂去念佛那个念佛堂管理要求非常严格常慧法师领导的进到念佛堂就不说话，止语让你心里面想阿弥陀佛，口里面念阿弥陀佛，身体拜阿弥陀佛多少天呢？70天。他那个佛气是10个气连在一起的，70天，人气进去出来就不一样。最近有个同修前两天打电话告诉我他到那边去打了10个佛气70天出来了，70天没讲话，告诉我非常好他得的是癌症，这没事，现在好了得癌症的时候问我，医生要他动手术，他问我，我说不必动手术，你到白鹤兴隆寺去念佛10个佛期念下来之后再说，念就没有了，好了，非常欢喜这是什么信心？那你不相信你就没法子了，不相信相信医生你可麻烦大了谁给你治好的呢？哎呀，佛力加持的，这是恭维的话，恭维佛菩萨。实际上呢，实际上你的信心，你的清净心呢，把你那个带着病毒的细胞啊，统统恢复正常了，这是科学根据不是迷信呐。那佛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我们的身体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都是正常的没有带病毒的有带病毒是很少数的，那是什么病？业障病过去生中造的罪业太重，带点业障病科学里面讲遗传遗传属于业障病业障病
要真正忏悔，还是可以知道的。确确实实是古人讲的反求诸己啊，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困难真正因素像重病因素不在外面啊，在自己啊，那自己的根呢，根就是信心失掉了，信心失掉了，所以现在人讲信心危机啊，真的信心真是危机，信心失掉了之后你的病就治不好了啊，信心也是坚定啊，遇到传染病你也传染不上，为什么？你有信心。什么人会容易得传染病呢？有信心危机，常常去防范，要防御，要防御就是没有信心。啊，有信心的防他干什么吧？啊，这个古人教我们呢，有两句话了，也是至理名言呢。啊，所以是。害人之心不可有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们学佛修道，或者是真正把儒家经典念透了的，要不要防人呢？不要。防人也很累呀，也很苦啊，何必防人呢？为什么不要防人呢？哎，人人都是佛菩萨嘛，人之初性本善嘛，人人都是善人嘛，人人都是佛，你防他干什么？是真的吗？真的。问题你有坚定的信心，你遇到恶人，恶人看到你不忍心害你啊，本来是想害你，见了你的面不忍心，为什么？你没有防他的心啊！你要有防他的心的时候，可能真的啊，过去是冤亲债主啊，他真的会下手，防的心都没有了，你的那个信心都足了。所以华严上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长养一切诸善根啊，就是我们这一生何必防人呢？啊，防人你想想看，我们自己损失多大，防人你有没有分别，你有没有执着？肯定有啊，不但有啊，有坚固的分别执着，那我们这一生的修行就泡汤了，你怎么会有成就呢？不能有啊！我这一生的时候学会了这一点啊，我不妨啊，甚至于你害我的性命我也不提防啊，为什么呢？这生命是假的啊，你把这个生命害死了，我很感谢你，为什么呢？我又提升了，升级了，提早升级了啊，欢喜还来不及，哪有怨恨呢？啊，至于财务，那就更不用去提防了。啊，佛法里面讲，财为无价功有。啊，尤其是稍稍学一点大乘教的人，知道啊，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啊，包括身体也是，你放它干什么？啊，你真正心到这个样的清净的时候，你的信心才建立。啊，还不是满。啊，满就是佛。啊，真的是佛。啊，为什么？华严经上说的，一切是多，多皆是一，一切一切，一切皆一。性是一法，一法成就了，一切法都圆满。啊，一切一切吗？一切法成就了，这一法成就了，所以一法成就了，一切法成就了。你懂得这个道理啊，心满，心成就了。他怎么不是佛？他是真佛，他不是假佛。啊，我们这是就这么多年来学习经教啊，体悟的这一点道理，我们对它有坚固的信心呢。有坚固信心，不依靠外面。那外面人有一些好心的人呢，啊，怕我们身体体力不够啊。你看常常有人送东西给我吃，有些很多送一些补品，我们怎么样呢？随便。啊，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接受跟不接受平等。啊，接受怎么样？心地清净，不受外境所转。古人能做到啊，啊，在宋朝时候，大家知道有个济公长老，啊，你看那个样子疯疯癫癫，很邋遢，身心清净，真的是一尘不染。啊，在我们这个时代，民国初年，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是六七十年。啊，抗战期间，这个人还在金山活佛，大家称他金山活佛。啊，他是镇江金山寺的一位法师，啊，他的法号叫妙善，啊，人家称他金山活佛，啊，他那个样子呢，也就像济公差不多，不修边幅，身上就一身呢，就穿就那么一件衣服，冬天是这个样子，夏天也是这个样子，啊，这就引起很多人呢，啊，对他另眼相看了，啊，薄薄的一件长衫，春夏秋冬四季他都不换的，一身不洗澡。啊，衣服当然很脏，啊，领子上油垢很厚，啊，那么一般人讲气味很难闻呢，啊，有人去闻闻他，他的衣服上有莲花香、清香，
啊，他什么都吃。人家供养钞票，他把钞票很脏啊，就是多少人手摸了，细菌最多的。哎，人家供养他的时候，他卷起来就吃掉了。哎，他也不生病。啊，他有时候到处捡垃圾，捡垃圾吃。啊，最不可思议的事情，破铜烂铁他都吃。他也没生病。是抗战时是期间当中圆寂的。啊，这是近代的，真的不是假的。啊，那这是什么呢？信心。啊，我们晓得妙善法师他的功夫，那至少呢是阿罗汉一类的。啊，他有他心通。由他心通，当然天眼天耳他就有。啊，你心里面起心动念他知道。啊，那么像这种人的他这个修持方法，我们一般人决定不能学啊！啊，为什么呢？我们没有信心呐！啊，他有信心吗？意念转境界，这个就是佛经上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境随心转呐、啊，啊，肮脏东西他吃到口里头，他转成干净，他有这个能力呀、啊。那毒药吃下去能变成甘露，他能转一切。啊，这在理上我们能理解。啊，但是怎么个转法我们不知道，科学家现在还没办法，还研究不出来用什么方法来转啊。那么在佛法里头用禅定，用信心，用念力转变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它就表示很活泼，表现得很自在 啊， 啊，这个人说彻莫无常啊，有时候人想到他，他就出现在面前了，好像有神足同啊，哪个人想他念他，或者有困难的想他来帮助，哎，真的，你这一想他就来了。心满法故啊，这满法这个意思，身呐、啊，法是一切法啊，所以这个里面。所说的，在经上所讲的，为所依种性地，啊，依种性地，决定性
诸法不生不灭，清净平等。我们没有办法了，我们能像一切法不生不灭吗？我们相信一切法清净平等吗？所以从这个地方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妙善法师。啊，我是听乐观法师告诉我的。啊，因为什么？他跟妙善法师在一起住过四个月，他对他那个奇奇怪怪的事情啊，知道的很多，他告诉我是真的。啊，有一次，他跟妙善法师在一起，啊，在一起吃饭，信徒很多，啊，每一个信徒啊，都盛一碗饭呢，供养妙善法师。哦，他欢喜得很，就吃掉了。啊，这一陆陆续续来的时候，这是一下他在旁边看了，看呆了，看他吃了二十多碗，这是不是撑坏了？就告诉大家不可以再送法师，不可以再送了。妙善法师若无其事，啊，离开斋堂，乐观法师很关心他，怎么样？你有没有撑着他？怎么样了？他笑笑，说了一句话：“不增不减。”这意思是什么？再多也不多，不吃也不少。啊，他可以好几天不吃饭，可以一餐吃几十碗，不增不减。不生不灭，清净平等啊，我们能够看到自己，你要能够观你自己的身，不生不灭，清净平等，你什么病都没有了。啊，什么样疑难杂症的时候全消掉了。啊，同学们过去看这个山西小院，你看这四十多个啊得癌症的啊，医生医院放弃治疗了，他们回家去念佛，去念地藏经啊，念了三个月再去检查完全好了啊，认为这是奇迹啊，我特地为这个事情做了一个小时的报告，不是奇迹，就这个道理，一切法了，不生不灭，清净平等的。啊，那么你在这个医生放弃治疗了，你也是没办法了，所以你这个时候真的用真心去念佛，去诵经。啊，你没有杂念了，啊，为什么呢？知道自己寿命没几天了，啊，真的是认真修行。没想到这一认真呢，这个带着这个细菌啊，不好细菌的这些细胞呢，所以说生病的细胞呢，通通恢复了正常，就这个道理。要不要用医药呢？不需要啊，医药用不好，你自己意念治好了，这个不可以跟普通人讲，跟普通人讲他也去学，那一学就坏了。你没有这个信心呢，你没有这个亲近心呢，这个要真信它才产生效果，不是真心，你还有疑惑，你还有烦恼习气，啊，
说得明白一点，你还有分别执着，那这个对你来讲就不灵。确确实实分别执着放下了，一心专注啊，一心是清净心啊，执着的心不清净啊，分别心不清净啊，执着的心是最肮脏的啊，分别比较好一点不清净啊，起心动念没有关系，起心动念还算是清净啊，只是无明啊，没有严重的污染，这个理一定要懂啊，懂了之后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把我们些错误观念纠正过来啊，一定要相信自己，自己本来是佛啊，济公古时候做出样子给我们看啊，妙善法师在近代做出样子给我们看，这些都是佛法里面讲做正传啊，山西小院这一批人也是做样子给我们看，我们要相信。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